广东人吃饭前，层层水窝，圈圈涟漪，飞斩激波，碗筷翻浪，刚柔并济，久久归心。这就是广东别记龙纹。不，打死！烫完不能消毒啊！照你说，温度170度，烫10分钟以上才能消毒。谁说是为了消毒？广东气候湿热，空气湿度能达到90%，是北京的2-3倍。餐具暴露在空气下，会让人觉得脏，糊糊的。最恐怖的是，我们这儿蟑螂长这样，到处长这样，各种虫子又大又多，无处不在。我很担心餐具会被爬过。烫碗筷虽然不能消毒，但至少能去掉一部分细菌和表面灰尘。碗筷烫过才安心。我从小烫到大，不烫不是广东人。哎呀妈，这也太难了。帮别人烫碗还是一种表达关爱的方式。宝，下次我也给你烫碗。记得点点小爱心。